杜卡迪激情制造。最有魅力的摩托是比赛中的胜出者，是精湛技术、独特设计和激情最纯净的表达。杜卡迪是1926年在博洛尼亚诞生的梦想，而今天它是意大利制造的骄傲，意大利风格深入骨髓，流露在它每一根线条上。丰满、刚劲与诱惑的气质不容混淆，成为杜卡迪永恒的标志。杜卡迪摩托包含各种市场需求，用不同的性能特征及设计特色来满足口味不同的客户。 Superbike Monster Street Fighter Hypermotard Multistrada在全球60多个国家出售，杜卡迪是摩托爱好者梦寐以求的品牌，它的主要市场是欧洲、北美以及日本。Desmodromic 系统控制阀、钢管格子底盘、L 型双引擎以及独一无二的声音，都是杜卡迪的标志。Multistrada 1200是一款舒适而安全的运动型摩托，它是先进的技术、高性能和完美设计的结合，是由各种高端配件组合起来的高品质摩托。市场反应强烈而积极的 Hypermotard 796是一款以低座椅高度、新型引擎为特色的灵活而具备驾驶乐趣的城市摩托。而使 Monster 系列成为偶像级摩托的是它少即是多、减少是为了拥有更多的哲学理念。 Monster 1100就是这个概念的代表，超轻车身使弯道驾驶充满乐趣，驾驶者们不断尝试，从而使出完美弯道。Street Fighter 拥有着 Superbike 的灵魂和 Fighter 的特征，外形上有着街车的劲酷以及 Superbike 不可复制的特色，它能让你的肾上腺素急速上升。上海2010世博会将是杜卡迪向世人展示的新机会，开启发动机吧，